一样是南都山的环宇蝗灾，这次用的是毁灭的这个回响，非常幸运，毁灭的这个拿到21个，然后其他的交错回响所需要的祝福也有拿到。好，这些就是我的奇物，用的是这一对队伍，克拉拉、三月七、西俄，还有这个娜塔莎。前方有敌人，开始。哦，克拉拉先放一个终结技。我也想保护大家。帮帮我，施瓦罗先生。麻烦的家伙。先开一个回响。看来是赶上了，一点心意而已。恢复一些生命。好的，先打小兵。然后克拉拉再放终结技，纠缠不清。坏孩子们，清那个风化。吃药吗？算你们运气不好。我才不怕你们！危险之中，走开！命运之行。好，再放一个回响。敌拦住我！放一个三月七的终结技。清这个风化，谢谢。好，再回血。一点心意而已，何必再用？谢谢。克拉拉在用终结技。帮帮我，施瓦罗先生！清这个风化。这就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开一个回响，这就让你解脱。打死这一只，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早点给你个痛快。好，这一次要自爆的也把他打死。清风化，吃药吗？谢谢，克拉拉会记得你的。下一个，该我出场了。好，清掉他的风化。危险之中，别打克拉拉。你在哪？别拦着我！快，孩子，我慢慢打。该加血，帮大忙了。然后清掉这个风化。克拉拉要勇敢一点。
好的，用这个回响来补一补血。看来是赶上了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再用。冻结机全部开下去，随徒弟一起消散吧，就是个幻影。偶尔也该认真一下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我也想保护大家，帮帮我，施瓦罗先生。纠缠不清，好，先将这只打死。清掉自己的风暴，躲起来。好疼，离开克拉拉。好，开两次，他自动开的那一次是让我们在手动再开一次那个回响。哦，这里补一补那个维护血。哦，这一次要用绝招了，所以我们先把他打死。差一点就出来了。我也想保护大家，帮帮我，施瓦罗先生。要赶快把他们打死，我的风化跌到很高。我这里再用，我不需要用。选这个。